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人鱼啊的画面。台湾三白鱼的年产量超过50,000吨，这个产值更加是超过41亿。每一年的9月到11月是三白鱼的产季，目前当时嘉义沿海地区抓三白鱼的季节。啊，这个人鱼啊，就是抓三白鱼的传统方法，场面真壮观。几千尾三白鱼一直跳，未输是万字之法，壮观场面，让人大开眼界。这叫人鱼，是抓三白鱼的传统方法。一直流传落来，阁会继续使用，因为三白鱼较生惊，要抓进前，好险呢，跳来跳去，胃肠清空，较好保存。嘉义布袋新闻的石目鱼，它属于半淡咸水的养殖，所以它的肉质特别鲜美，特别鲜甜。嘉义县是全台湾三白鱼第三产地，秋天更是三白鱼收成的主要季节。沿海布袋石目是三白鱼的故乡，每一年7,000吨，总产值有7亿。除了收成占全台湾的20%，三白鱼的加工产业，嘉义占全台的60%。今年主要的产期还未结束，渔民估计产量应该比去年同期加1-2%。三白鱼有优质的蛋白质甲钙质，这个季节的鱼仔肉更加结实，真适合料理。